想到华硕，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主机板，是小笔电，还是手机？这里是华硕总部的公司大厅，一眼看到的是由主机板所一片一片粘贴出来的蒙娜丽莎的微笑，这象征着华硕是以主机板起家，站稳国际市场。而这几年在积极发展自我品牌，塑造企业形象之余，更重视的是绿色环保人文，而这跟华硕的掌舵者施崇棠有相当大的关系。很荣幸，亲切、诚恳、笑容是我对施董的第一印象。没有大老板的架子，有的是对员工、对企业、对社会的责任。21年前，就我等于带着手下的四位这个很优秀的工程师，在一个这个有一点昏暗的这个冰果室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对这个电脑的技术非常狂热嘛，哈、啊，那。其实那个时候坦白讲，就是说这种工程师的梦大概就是只是希望说怎么样去开创一个小而美的公司这样的想法。但是提到所谓的自有品牌哈，就真正开始奋斗了以后，我觉得就刚讲的这个人在江湖就身不由己，多多少少我觉得那一种工程师的那一种就是对于技术的狂热，也对自我有某种的期许哈。那我们那时候对于整个品质也非常的坚持，我想这些因素呢，可能也让我们比较初生之犊不怕虎。带领华硕走上自我品牌之路，施崇棠说是水到渠成，尽管是一条不归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也从中体会出一切从心出发的价值和精神。所以在我看这整个品牌呢，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品牌其实是一个以心去印心的这样的一种一个 activity 哈。为什么叫以心印心哈？就是品牌到最后的话，如果你很诚实的就是真的去想什么叫品牌的时候，它原来这个品牌的这个英文字叫做 branding。 本来在这个以前在西部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个小牛，然后烙印就叫 branding。 所以我想我们返璞归真想它本来的意思的话，你最后就是要怎么样把你公司真正想要带给消费者的那种价值，那真正的烙印到他的这个消费者的心里面去哈。墙上贴的是华硕人引以为傲的 DNA 特质，从谦诚勤明勇到从本务实创新唯美，最后到金石思维，他乐于和员工分享理念。所以我跟我的同仁讲说，我们这些行为指标呢，都是经过大家很用心，然后去把它变成就是说觉得很经得起考验的。像刚讲的无止境的追求至真至善至美至美的境界，这个就是经过大家一起这样子把它变成很容易的 wording、嗯、然后不断的去 view 里面，我觉得其实不只是对工作上，就是说很多对同仁，我们觉得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其实也都会有帮助。对，施崇棠爱看书，喜欢探索真理，是从年轻时候就留下来的习惯。但是学电机出身的他，更喜欢凡事动手做做看，做中学，学中觉，他奉为圭臬。我们其实很讲求就是动手思考。我最近看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大师，美国叫 Paul Rand， 他一直在鼓励，就是说其实用手思考是很重要的。他说不然的话，你就跟靠或者是跟这个 computer operator 没有两样啊。所以我们当然一边一直在讲说是这个用脑来思考哈，但是用脑思考跟最近有很流行的，我刚讲那个设计思维哈，设计思考很像，他讲的就是原型思考，就要不断的去做很多的这些原型出来。那这个时候因为具象，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常常一有具象了以后，那个整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这
这间在办公室里的小房间是施崇棠的私人空间，除了是他专属的拆解实验室，更是他打坐静心的地方。哎呀，但是你在这里面就体会到活在当下了，这种感觉就慢慢的出来，这样子，哎，那所以后来就觉得这个可以帮助你，就是说很多这个在备审挑战的时候，企业上可能遇到很多的这些挑战烦恼的时候，我们可以保持更清明的心。那所以刚讲到止观心海嘛，哈，就最后的话，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心的话，如果要到非常非常的平静，怎么静心呢、啊？怎么这些部分的话，在这中间我们体会到这个静中养成，动中锻炼。墙壁上挂的是78岁母亲送给他的毛笔字。施崇棠是国内少数深具人文关怀的实业家，这10年来从内到外推动绿色产品和公司文化合而为一，强调科技，强调就是说我们很有把握在全世界里面跟人家比电脑科技，这是一种求真的精神嘛，哈。到后来你看这个整个电脑要做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有 style， 各种这种开始在追求这整个美感。所以你看我桌上现在很多的这些都是属于设计的书，哈。那么到后来这种像包含谈到这种环保啦，大家都必须要对整个这个地球负责，也开始在追求这种善的时候，其实你会突然的感觉，就是说其实好像这一切都是相通的，我们其实等于无止境的在追求这种至真至善跟至美的境界，即使在 business 里面，其实也是你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出来，这样子。你本身其实非常喜欢很简单的生活，是，对不对？他们开玩笑说我喜欢尝白开水就好嘛。爬楼梯，施崇棠以身作则，在公司内部提倡节能减碳，在他心中勾勒出来的蓝图，期盼企业不仅永续经营，更重要的是提升员工的人文精神。我觉得他很强调的一个新的东西，心灵的新的东西，他是希望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启发对这个地球的热爱，好，那对生活上能够有一些奉献，所以他也一直强调，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企业要永续，一定要让地球能够永续嘛，企业才能够永续啊，社会能够很平安。2008年华硕成立文教基金会，这2年多来深入台湾原乡部落捐赠电脑，缩短数位落差，足迹更踏遍菲律宾和印尼等国。这个卫生教育做完之后呢，就把他们载到附近的教堂去，然后就把我们的 EPC， 因为我们 EPC 很精巧嘛，又很轻，所以我们就捐了他大概30套 EPC， 他就把 EPC 在教堂里面排开，小朋友就坐在那边。那小朋友他看到那个电脑的时候，看到我们 EPC 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好像是那个仙女的宝盒一样。看到的是有机稻田，今天我们头戴斗笠，要跟着施崇棠来一趟有机生活之旅。这一天的施崇棠很不一样，脱下袜子、鞋子，卷起裤管，头戴斗笠，跟着农夫下田去，谈的不再是商场上的利润和数字，风和日丽、绿油油的稻田跟我们说起环境教育的重要性，能够让大家让更多的民众可以体会说我们这个人跟整个生存的环境的这个关系怎么样，很真心的，因为如果真正的民众没有很真心的去愿意对环境做出这种负责任的行为的话，最后我想整个这些河川啊，这些野地啊，这些最后甚至整个大这个地球哈，不可能最后能够真正的能够永续。所以那时候就觉得环境教育其实是最后的根本。那你们在找什么？现在在找什么？胡寿螺是啊。胡寿螺，你们觉得是好吗？好。胡寿螺对于这个稻子是好还是不好？不好。那不好怎么办？抓起来。哦，抓起来。
这里是苗栗院里的有机道场。早在1999年，施崇棠以私人名义成立关树教育基金会，认养师弟，经营道场。他重视环保，要向下扎根，让孩子们亲自去体验、去感受，比什么都要来得有意义。体验里面的时候，像我们刚提到的鸭尖道，就是说他们就很容易去了解说，就是说这些鸭子它跟这个秧苗的这个寿命正好同时。要滚的滚进吃东西呀。采取鸭尖道的耕作方式，让河鸭在田里吃虫，抑制杂草生长，还能够施肥，生产出自然无污染的有机米。这座漂浮在稻田上的自然教室拥有多功能，农民学堂让这群农夫学习电脑，上网制作水稻笔记。针对明年将实施的环境教育法，学者提出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很重要一个，其实这个法是让所有的人一起参与，所以变成企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一环，因为他们的工作者就是国民，所以国民要建立基本素养。那谁给他，他不再回到大学，谁要是执行，那就是企业。所以企业要执行企业体的自己的环境教育，而他的环境教育执行起来，绝对对企业本身因应这个永续的需求是很有正向加分的。来，前面的小朋友要点，有没有人要抬？来，一。隔了40多年，再回到母校彰化高中，走在榕树下，求学时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高三导师如今已经高龄81岁，谈起施崇棠这位学生，只有四个字：无可挑剔。那说他这个学生乖不乖？应该是没有话说，没有话说，品学兼优，速度很快，数学方面速度很快。我刚讲过说，老师数学题都要17分钟，他大概5分多还是6分多就解出来了。真的哈、哦，过来有照片，好，我们来看。来，哦，这个是好像高一还是高？这个是高一，这个是高三的时候，对对对。是高一的时候，这高三的时候。是，像不像？像不像？像不像？不太像。不太像。不太像了，真的已经变很多了。以前我都是那个，就是下课以后，大概就是在学校继续念书啊，不然就是去那个运动，双杠、单杠啊什么这些。然后每次都是坐6:40的那个火车，所以到最后每天那个腿力练得很好，大概差不多10分钟就从这边可以走到火车站。然后有一次我记得老师就是那时候是高三的时候，对对，就跟我聊了很久，对，聊。学校翻出尘封已久的学籍资料，高中时期的青涩照片，隐隐约约看到施崇棠的影子，成绩永远名列前茅，会念书又爱运动，一如预期考取第一志愿台大电机。以前我们的这种家庭环境一般来讲还是算清寒了、啊、所以那时候也都是领清寒奖学金嘛、没错，然后就是会觉得有一种责任感，然后就觉得就是要带弟弟这样的。所以就是变成说，像弟弟他们的很多这些那个念书的方法啦，什么你会想要把自己的真传去教给他们。对。那感觉上也都还不错嘛。后来三个都上台大嘛，哈。那有一次我记得我是当兵的时候，我还会来教我的四弟，所以他其实就是我们家里，然后有时候跟他们讲一些台大的故事啦，台大的冰淇淋很好吃啦，图书馆怎么样子啊。那他们就会受到蛮大的一些影响，对，借此来激励他们。对对对对，所以一个台大数学，一个台大医科，一个台大国贸嘛，是是是。家中长子带领弟弟们念书，他